8月19日，央视2014年春晚总导演冯小刚、副总导演赵本山以及春晚主要策划团队在亚洲大酒店召开首次语言类节目碰头会。当天一大早，冯小刚就已经偷偷潜入酒店，随后张国立等人也陆续到达。下午2:40左右，赵本山也率领编剧尹琦和本山传媒副总裁刘辉到场。赵本山当天一身休闲装扮，灰色条纹 T 恤以及短裤，头上戴着标志性的鸭舌帽，脚上则穿了一双拖鞋。虽然会议地点由饮食之家搬到了亚洲大酒店，但安保工作却依然严密，普通人根本无法靠近他们会面的房间。下午6点左右，身穿白色休闲衫、头戴棒球帽的冯小刚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出酒店。冯导，冯导，冯导，说一下你今天聊了什么，说一下吧。我能告诉你吗？简单说几句吗？简单说几句，好吧。收枪，关门，收枪，关门，关门。腾讯娱乐独家报道。